rhythm and beat.嘟嘟嘟嘟嘟嘟 ，Rhythm and Beat， 嘟嘟 ，Playhouse 小剧场，小朋友们坐好喽，我们一起看表演。味觉篇，甜、咸、酸、苦、辣，甜、咸、酸、苦、辣。哇，原来我们的舌头那么的厉害，能够让我们尝到不同食物的味道。对呀，就好像我手上的棒棒糖，只要用我的舌尖舔一舔，就可以尝到它的甜味了。还有我手上的酸梅，在我的舌头两旁就会感觉到酸酸的，让我都不自觉的流口水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舌尖的两旁还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咸味，还有苦味。当我们吃第一口苦瓜的时候，没有什么味道，但是当我们要吞的时候，在我们舌头的后方就会感觉到苦苦的味道。哇，原来我们的舌头那么的厉害。那我就很喜欢吃甜甜的食物，就像棒棒糖还有甜甜圈，吃了这些甜甜的食物心情都会变得好好的。而我最喜欢咸咸的食物，咸鸭蛋啊，咸酥鸡啊，还有咸菜，咸菜配白粥根本就是绝配。我喜欢酸酸的食物，喝到酸酸的柠檬汁，带点酸又带点甜的草莓，还有不同的酸梅，只要吃到酸酸的食物，我的五官都被挤在一起了。还有苦味，苦苦的苦瓜，苦苦的巧克力，还有我们常说的良药苦口，都是苦涩涩的。不同的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，那你有品尝得出来吗？豆豆摇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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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嘟嘟嘟。Coco 小可，贝大熊，苏里小石，一起 Brain Break 屁屁操。老师一起嘻哈学学乐。小朋友，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味觉？知道。我们有什么味觉呢？甜、酸、苦、辣、咸。味觉遍布在我们的舌头上面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品尝到食物的味道。现在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测试你们味觉的敏感度，你们敢不敢玩？可是我要蒙上你们的眼睛哦。嘟嘟，
老师准备了不同食物的味道来测试小朋友舌头的敏感度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你试试看这是什么味道？番茄。试一下这个是什么味道？什么食物知道吗？酸。酸哈、啊，那你猜到它是什么食物吗？柠檬。这一口看看。咸啊，咸，哎，看看对不对？这个食物啊，要很勇敢的小朋友才可以试吃的。你们敢不敢吃啊？敢。好，一二三，吃。是苦瓜，是苦瓜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是什么？苦瓜。苦瓜是。苦瓜虽然苦，可是它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小朋友们都很勇敢哦。你呢？嘟嘟 ，Music Game， 月月乐。小朋友，赶快拿出你们的乐器，来和我们一起玩哦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也可以用一些会发出声音的东西，或是运用你们的手、脚和身体的各个部位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小可姐姐，今天的 Music Game 月月乐，我们玩什么呢？今天我们玩不同节奏的打拍，嘟嘟，一起玩音乐，数拍子，跟着我们学节奏吧。练习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六七八，打拍打拍打打拍，七八，今天酸酸苦苦啦啦，天天酸酸苦苦啦啦，你爱美糖，我爱甜饼甜。来玩咯，小朋友，我们的舌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不同的味道，还有品尝不同的美食。我们的舌头是不是很厉害？是。我们的舌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甜甜酸酸苦苦辣辣，甜甜酸酸苦苦辣辣，甜甜酸酸苦苦辣辣。小朋友，你们最喜欢的味道是甜。那么现在我们来学一学这个拍子，五六七八。现在我们可以结合这个拍子，以及玩这个甜酸苦辣的舞蹈动作。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打拍打拍打打拍打拍，甜甜酸酸苦苦辣辣，甜甜酸酸苦苦辣辣，打拍打拍打打拍打拍，甜甜酸酸苦苦辣辣，甜甜酸酸苦苦辣辣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耶！
Rhythm and Beat。我们下个星期再一起玩哦，拜拜拜拜。Rhythm and Beat， 豆豆摇摇。